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，星星不会说话，让你觉得孤单啦。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，云朵们都太懒，忘了帮你变童话。可能它出现在未来，没出现在现在，不小心搞乱你的时差。可能是你所谓的转角是其他人的局限，所以没法给你个回答。一个人一直走，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一句话便足够，我想要陪。